我是李一桐，这样说好点奇怪啊。你也是李一桐对吧？首先恭喜你加入 SH48。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激动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听见我说的话。反正一开始肯定也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是在拍公示照了还是已经开始练舞了。好好加油吧，你在这个团里会得到很多东西，比你想象中要长哦。也不对，跟祥中好像也差不多的样子。不过也会有点遗憾就是了，因为你想站在你偶像后面这件事情可能挺难实现的。不过这也没有关系，这就像买彩票一样，你本来打算中个100块，结果实际上你中了100万。抱着这样的心情好好努力吧，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模仿别人，或者太多的去在意别人的这个一言一行，按照你自己想做的去做吧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就是我嘛。怎么说呢，可能也会有让你想放弃的时候，也会让你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不过这都不是问题，因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毕竟你就是我嘛。哎，好羡慕你哦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烦恼就好了。
哎，对了，说回来，你知道我现在几岁吗？希望在你眼里我还能显得年轻一点就好。不管怎么样，好好加油吧，你一定会站到很高的位置的，相信自己，也相信我。我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吧？不过我后面要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棒的事情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总之让我们一起走下去吧。虽然说我比你好看很多，你又好瘦，你的脸好圆哦。哦，我知道你跟我审美不一样，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希望我的未来能跟你一样就好了，加油！